獒犬的那个是三太子吗？好，电音三太子。孔雀妆，孔雀妆，吓死我！后来还做了好几次噩梦，都梦到那个你们穿那样子的脸，还有就是还有威廉穿女装的，对，安金脸，吓死人了，是不是？但我觉得我最害怕是有一次我跟庄犬十月那么寿星帮我们庆生，玩那个面包虫还是什么，我真的是吓傻了。对，刻意弄，大约就是酷手比赛那种啊。因为我跟小玉就是不好笑，但今天又被分在一起，就会超不好笑，超不好笑，然后压力超大，起来两次，我真的压力超大。真的吗？有两次吗？有两次啊，两次都表演什么？都表演超烂的，超烂，我连我自己看都不想笑。对啊，美食幽默，你比较不好笑一点。我在逗你啊，小玉。又来了，小马。最恐怖就是之前 Elmo 也在，就是高空弹跳。啊、哦！有人去跳，举手看看。跳。啊，我这么多人跳 Elmo， 小玉也有。那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软脚。我真的，其实我去之前我说我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而且后来你们都绑脚，对不对？因为 Elmo 太可恶了。对啊，他超可恶。他直接说给我绑脚，后面的都没台阶下，给我绑一只脚。必须也要只能越玩越大，越玩越大。所以你们人生还会再继续挑战高空弹跳吗？不会，接这个以后就还好，就不会怕了。当你跳下去耐伤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再跳一次，就安心的。真的，真的。那还有什么是这个我们要来录想要讲的话，可是一直还没有讲出口过？能认识范范姐真的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就是说真的，因为一开始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是。范范姐就会照顾我们，然后在我们旁边，虽然我们都保持就是很镇定，但其实的时候我们都到处跟朋友炫耀，所以我们跟范范姐什么一起吃饭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荣耀的事情。然后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选进来的时候，可能比较默默，都没什么讲话，然后要不然就是范范姐 cue 我下去表演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录完影的时候，范范姐跟我讲说：“哎，阿伟你好好笑哦。”他们范范姐把我夸赞的，好像是真的，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。然后范范姐就会握住我的手，我就觉得。感觉很温暖，我就觉得真的好像，我就觉得之后我就告诉自己说，我要让自己再好笑一点，然后让范范姐可以多讲我一些什么。真的吗？所以说我有刺激到你变后，对，让我变谐星。没有，我就是我真的觉得，因为范范姐，我觉得她是一个，就是一个美女，然后又是一个艺人，很漂亮的艺人，然后他给你这样的鼓励，会对我来讲就是希望很大。然后我就是很想要好好的表现，然后让你可以再多注意我一下，这样。你可不可以再重现一次你这个最让我们震撼的那个？大风车啊！你说讲，你每次讲我都得下来，可不可以？这个大风车。以后在棒棒堂没有棒棒堂的日子不准用。他昨天在家里练的时候呢，只有两抛，就趴在地下。真的假的？他以前最多来的，刚来的时候可以三十圈呢，三十。真的假的？三年老了多快？一圈半就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结束啊！好了，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。棒棒阿伟。耶耶！我会想念这个。从时速90到现在时速40啊，真的有点慢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很精彩，这么快，我觉得我好累哦，好精彩，好精彩，给阿伟拍手，永远都会怀念他这个啦，他走不上去，不会吧？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我们棒棒糖啊，弟弟所有最青春、最精华的岁月都给了这个节目了。真的，以后他们毕业出去之后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以后可能都要拿拐杖、沙龙 pass 贴的满满的，才能再表演。好啦，那重点是呢，我们总监说要考我。就是历届的那个男孩们，所有的弟弟吗？如果回来的话，我有没有办法叫出他们的名字？哇！我觉得总监你太羞辱人了，我没有这样子啊，我都叫得出来。对啊，连阿妹都忘了，马上就忘。我叫得出来了，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我大部分的弟弟
在我脑海中我都记得他们离开我的时候的样子，然后他们现在的样子我比较记不得了。他们都变好多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有一批一批的要出来，对不对？嗯，好的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某一批先给他分出来好不好？这一批是第几批的？第二届的所有的弟弟耶，好不好？请他们进来一下，我想看看他们来。哦，是从电视墙出来。这谁？这谁？这谁？这个我不认识，你是谁呀？明明就没有变很多。好的，哦哦，我的天哪！你真的通通回来耶，通通回来。你的牌子盖住，对，牌子盖住，考我。从这边开始吗？这一边那个，你一定记不起来，一定记不起来。是谁？我知道。谁？完了，老鼠。不要问我，我没有参与第二届。没有，我只能说你变帅很多。哎，你以前在我们节目哦，凡蒂，凡蒂，我想起来了，凡蒂，对不对？恭喜你！是，好了，跟观众打一下招呼啊。嗨。你看，离开是有原因的。好啦，话不多，没关系，现在变帅了，吼，凡蒂。这位我记得，我记得有一次忘了他的名字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就是那个、医生嘛，静良，阿良啦，阿良，阿良，是不是？新叔，你现在在做兵是不是？我现在在服务大众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为国家出点力量。有啊，也有变帅、真的也有变帅。好，下一位。这个这一位应该记得吧？音乐神童啊，肖邦，我怎么可能忘记？他也变帅了。这一位呢？这一位。这位我不会忘记的呀、啊。他常常三不五时就来棚里走来走去。谁？就是那个、啊。谁？大哥。一种水果。柚子啦，是不是？柚子，我记得的、啊。柚子，当时离开哥哥，现在还在这儿，你觉得呢？就。还是看得很顺眼，不要这样，明明就很以他为傲，因为他们也才刚办完香港的那个红开演唱会。再来这一位，这一位应该也很 A B C 啦，不会忘记你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就跟多多在一起嘛。住在同一个地方，爸爸立刻打电话来，笑的最后一集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有啦，你也有变帅，有吗？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在就好好读书，然后有经营自己的才艺。哦，真的吗？清唱两句英文歌来吓唬一下我们，想让堂主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让你离开，对不对 ？OK OK。